好了，我们首先画花，找一个属猴。这张纸呢是半神学，首先画花。它有个顿笔，这里有个顿笔。这里是一个莲蓬，好，就是，行，你把花瓣画好。这里画一个花苞。然后画这个莲，
用一支大一点的笔调清水，然后笔尖调曙红。侧锋，笔尖倒下来，这个尖稍稍颜色重一点，让我们画这个上面荷叶，浓墨，先调一个中等墨色，调中等墨色，笔尖调浓墨，笔尖调浓墨。边
这是中等末了，这是龙末。啊，中等。好，这是上面的这个小叶子。干干的，擦一擦。好。这是上面的这个小叶，好了，我们再调浓墨，调一调。先够近，这里要点一下。然后调中等墨色，画这个页面。
这个浓一点，这个淡一点，这个中等的。
干干的笔啊，不要画到那个花上面去了。空。Thank you.
就是荷叶这些空不要给它填掉，留着。调一点点枳实。调一个藤黄，花青，调一个花青藤黄，调一个绿色，比进一点点胭脂。再调一个绿色，画一个小叶子，笔尖胭脂。调胭脂，画它的茎。摘它胭脂。这个是中等偏浓的墨，笔尖调浓墨，笔尖调浓墨，画它的茎。可以干，等一下，这个趁没有干，剪开一点。用浓墨，浓墨点点，
小一点点，笔条中的墨比金条一点点浓墨，再画几个梗画掉，合并。首先要一样的啊，后面的稍稍淡一点，调一个淡墨，笔尖一点点浓墨，一点点。然后小笔调浓墨，小笔调浓墨，点。点台点，全部把它点起来就可以了。调浓墨。画草，干了以后染色，一个这个荷叶和这个就是花青加藤黄，然后加淡墨，加点淡墨，好，花青加藤黄加淡墨，然后把这个叶呢。全部染一下，染的时候注意不要染到这个花上面去，把它留出来。这个比原来的范围可以稍稍大一点，往外印一点。好，这是下面的大叶，还有上面的叶。
好了，然后再调一个花青假墨，淡淡的花青假墨，不要调得很匀，然后就是在这个染这个后面的这个感觉是荷叶。哎呀，弄进去了。把这个花儿就是先画花丝，然后点上花药，不要很整齐。好，画就画完了，看一下全部的效果。这是张大千的一张画的局部。干了以后稍稍有点绿色，点一下。